你走吧。你离我能家远一点吗？从这个角度看他们都那么小，像些小黑点，像蝼蚁。你真的关心有哪个小黑点被抹去了？你草菅人命，这些是特异病例，这是侮辱。难道你自己在做什么吗？人等于病，病等于效益。一边是钱，一边是良心，你总不能两个都要吧？告诉我，是还是不是？我没那本事，你是什么人呢？彻底的人渣！那小娘们，你到底搞没搞定？天才。